个性化资产配置课题，以你投顾的身份为他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是一个小白，能保证你赚得多。这种话是不能讲，没有给客户解决任何的问题，明显没有打动你们的这个介绍，是不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对？既是频频发问，也是频频发难，难搞的客户，难搞。如果我连第一次见面，我连专业度都体现不到的，我明天来再跟你聊什么呢？没有做过财富管理。看着很残忍，但职场就是这样。真实的市场，闪闪发光的你，本周五晚21:10播出。